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七重点突破决胜论元神飞蹦湍流二重唱已完结活动攻略元神 4.7。 好，这边第七关来开始挑战。A 打蓬蓬兽这个弱点，带黄花的四叶草打一下，弱点就能破。这边补充下，回复一下子弹。这边盯着他打就行。打开这个球，这身边这个球。好的，这边打掉了。好了。